哦，所以说他德昌这个世代，他就统治日本15代，哦，一个人尊国才不会，啊，不要说50岁、20岁，15代就300年了，哦，他统德川家康这个德川世家哦，就统治270年，哦，啊，270年之后才有这个明治维新嘛，哦，啊，明治维新了，这个阿伯啊，这大政。哦，他阿伯是大正出生的，哦，明治天皇的儿子的，哦，大正天皇，他，啊，现在大正之后，哦，阿伯出席的大政的时阵呐，啊，大政了就是昭和嘛，哦，啊，昭和完再到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啊，等于是说日本这个天皇哦，总共哦126代，哦，啊，那天我是讲说，现在就这个问题的来啊，哦，那个。天现在的天王哦，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就是太子嘛，嗯，哦，大太子跟李太子都是生女的，哦，都是生女的，啊，这个可能以后日本的天王这个皇族的血统啊，血统就会不纯，哦，啊，所以他们是尽量哦，哦，不是有在讨论说要立华，要变成女天王，那，啊，我们看是不可能的，啊，因为126代下来，哪有可能说？变成这样子，哦，当然对女孩子比较不公平啊，哦，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哦，但现在好像就有个了，就是中部国际机场啊，嘛是人工岛，哦，啊，我听呐有印象说，名古屋，日本是从去年开始给我们台湾免签证，免签证的有无？有印象不？啊，哦，免签证之后，他不是做个那个。我们这几天看了这个幕府将军，就是在这边出生的，哦，这个德川家康，哦，那个丰臣秀吉，哦，更前面那个织田信长，哦，三个大将军哦，都是在这边出生的。名古屋，哎，在名古屋这边出生出身呀。哦，包括什么呢？您大刚咧开的车叫做丰田丰田，哦，丰田。的工厂啊，其实头达之这个人叫做头丰田，什么名字忘记？丰田先生哦，啊，他就是名古屋的人。哦，啊，他企业哦，啊，企业哦，这个做多少几卖几个叫做丰田市。哦，啊，这个丰田汽车的话，它是整个全世界最大的厂。哦，啊，所以说那个就是他，因为太有钱了嘛，所以呢。这边就为了纪念他，就用一个叫做丰田市，啊，哦，就在这里而已。哦，包括说，哦，那天教官有问哦，那日本有一个宗教叫做天理教，哦，天理教有一个叫做天理寺，哦，因为那个教派啊太大了，所以就有一个叫做天理寺，哦，做到那个贡献很大的话，哦，人家为了纪念他哦。哦，会有啊，那个不是有一个哎广有那个广东不是一个中山市吗？还是中山乡啊？那个国语，中山县啊，广东怎么中山县？中山县啊。到一定的程度哦，那日本也是给他用，啊，丰田嘛，丰田叫托罗塔啊，托罗塔市。这边叫一个市，就是用他的名字。你在那边睡觉？东京，再来大阪嘛，再来就是京都了。哦，啊，京都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叫哦，还有一个横滨，忘记了横滨了。哦，横滨出名什么？轮胎嘛，台湾有过他买轮胎，啊，有过他嘛，哦，日本的横有过他嘛是那个港口，哦，不是轮胎了。哦，所以名古屋应该是排第五大，啊，第五大城市。啊，搁再来就是搁这札幌，啊，北海道那一边了。好，我们到了名古屋的冈崎公园。好一口的
稍微多了，只是说住的比较远一点，住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的地方。来，往里面来了。还是凉哦，还是凉哦。公园入口。哦，他们这个公共电话的造型，公共电话。啊，钢琴公园里面的樱花都盛开的来迎接活泼。整点报时的钟啊，有还有眼镜，半小时摇啊，四点半。又给我们活活看看了一个，这么精彩呀、正好赶上了，正赶上，哎，樱花也盛开，这个钟又给活活看一下，真是。几公里的时间？什么时钟？因为这个是德川家康的故乡啊，所以为了纪念他，故意做一个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好像仿照中国那种变脸那个有没有？对，变脸这样子做的而已。啊，甚至呢，他说上这边还有写呢，上演时间9点到18点，每个半个小时他会上演一次。可是风太响的话，可能就不上演。这个公演不大，就这样大而已。
我们现在的话，樱花哦，樱花的话就是偏我们那边的，跟那个京都的樱花就差很多。哦，加多了那边。来，我们这稍微先走一走。来，这是德川家康的雕塑。这个是打那个保护他这个红军啊，是吧？包括他的总统嘛，德川家康，包括他的总，包括他的那个忠什么？永忠啊，永忠家康。哦，我原本是安排这边可以看到樱花了，不过这边的樱花已经跟那个差很多了啦，跟京都那边差很多。还是有，还是有，还是有一点点的啊。对。这样的嘛，还是走最前面。最城市哦，不是那个当地的名人。名古屋啊。啊，好多樱花啊，那边。香啊，这樱花，淡淡的。哦。德川家康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德川家康。他小时候有被人家撞过人，要被人家抢。哦，被人家抓，被就是被那个织田信长哦当过人质过，他就给他。该尬来尬去，然后他就那个什么卧薪尝胆，对吧？这个织田信，那织田信长就是丰臣秀吉啊的长官了、啊。等于说这个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个人都是一贯的，只是说德川家康最爽、但是他卧薪尝胆就这样慢慢击垮这个织田信长跟那个丰臣秀吉。好、这边就有写了一点，被他当作人质哦，知道的苦难。当人质，自立之后就变成全国统一啊、立大事啊，从小要立大事，苦难。哎，谁要有人有这官员？官员大战，嘿，官员战，我就大胜了，天下就抵定了嘛。只要有立志，就有机会。德川幕府将近270几年了、将近三百，他到现在是。昭和40年，就是350年的纪念，再给他盖这个。昭和40年多，就是哎，四十几档啊，我39嘛，四十年左右。哎，这吊灯要酷啊！德川家康宫下。好，我们这边走一走，我们等一下赶去换进来一个多少？这边照照相。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来了。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德川家康将军的故乡哈、在这边一代伟人这边做照相留影。好，来笑一下，一二三。这边有花钟，冈崎市三治90周年。哦，这边是冈崎市哦，不是那个，不是名古屋，在到名古屋个30公里啊。有啊，就有几啊。有啊，已经这个。都是樱花。快要四点。要带上去哦，一般没有活。哎，这个叶有没有臭？看看叶有没有臭？不要拍了，就说这是家乡啊。刚刚有感应的时候，觉得好像回到这里好甜蜜。我刚跟淑珍讲，好甜蜜，好快乐，好温馨啊！是什么了？原来是到他家乡了。对，是这样子的。哇，也有当人质哎！所以到了这边来，好像回到家了那种甜蜜啊，温馨。我就跟他讲，在这里做什么呢？怎么会那么甜蜜？那种喜乐，那种好像回娘家、回家乡，这样子。原来这是家乡，在那边休息站就跟你讲了。在休息站就跟他讲了。哦，原来他是这样子苦难，所以回到家乡他好甜蜜啊！原来在外面是不可能的。真的，真的。三号中心哦。奇怪，都是这种命哈，丢给人家养哈，苦难的命哈。我们都好几次，所以雷教官一就要哭。对啊，我都想哭哎。哎，就是啊，就是苦难的，照那个背景。对啊，我刚看的话，我都眼泪都出来了，好想，真的心好酸哦，真的。
一代伟人啊，都是这样子苦的，嗯，哎，今生也是那么苦，到现在还是我真的要哭。所以说那个就是对、啊、他的命怎么好几个命都是丢给人家养哈、啊？对呀、啊，真的丢给人家养，对呀、啊，都丢给人家养，都没有都都苦给人家养，好可怜的命，辛苦，我好苦啊。哎，这个。到了休息站那边一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怎么会那种温馨感觉？我就问他是什么原因啊？怎么会这么温馨，这么这个是温馨啊？怎么这么快乐啊？原来是回家乡啊！哦，这是他的生长地方，所以原来他的命这么苦啊！不过你不要笑，跟他真的好像啊！你不要笑，跟他真的好像，真的不要笑啊！嗯。你不要笑，你站着，我帮你拍。头也是很低的。对，出来了。对。嗯，发好多佛光。再把它停。慢。好像，好像。嗯。好像啊。小王要不要炸？花中，好，这边是滨明湖，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滨明湖的皇家温泉旅馆里面，马上要到了，好，就这一栋。好，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要住进去了，滨明湖。皇家温泉，今天我吃完饭的话，大家可以去洗温泉。这都放车上吧。那个蓝的可能，那个纸对哪吧？纸对哪吧？哎呦，我看没看。到了啊，滨明湖的皇家旅馆。该下车了。哦，他的门前还有一个圣诞树。什么？哦，他的这是中庭。哦，它的地毯。因为我还有鞋子在上面。没关系，要明天又来了。对啊。晚餐。什么东西？蘸酱吗？他叫那个。不是，咸菜。咸菜。这个啥子米不够呛。太早里面了。看看。这是吃的啊，这个沙西米。从那边经过，他不是有在办公，在接见他的那些下层的时候，我就感到这边哈、哦，就好像有一种阵痛，就感到怪怪的。然后走过那边，到那个下层过去，就是他的办公室过去以后就不会痛了。就奇怪，怎么会来这边痛痛的？就感到很纳闷了、啊。是有这种感觉。那丽燕说，她走过那边的时候，全身都发麻。那各位同学还有什么？走过她的办公室那一边哈，她办公的地方。脚底板冷。看那个什么，坐在
就是他那个指挥那方，我就一直在看他，我感到奇怪，怎么会看他？我也不知道看，因为他一直在跟，好像跟接见那些臣子们哈，我就看他看完，我就走过去了，头就又转回去了，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以为是我又去外地了，可是我就没有感觉，我就踏到那边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会有那个感觉出来？我想办法试看看，然后再一直走着，走过那个地方了就不会了。我也是觉得这一次出来好奇怪，这个右腿就一下要下车的时候就要打软腿，不晓得怎么回事打软腿，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又做了什么事了？哎，阿弥陀佛。哦，佛光好强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我腿都是这样子，谢谢大家，您来了，阿弥陀佛。我们本来不敢讲话的，怕有冒犯，结果您来了，见到我发了无量光，您收到了吧？收到了，这都是跟随我的将军呐、啊，您是跟随我的将军呐、啊。你看，你们看我这个鸡皮，你看发的这么大，好强啊！火光很强，没错。你看，这就是跟随我的。今天我来到了，所以我就穿了这个服装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您有什么话，您就讲吧。他们还是那么样的赤诚的心哈，所以人与人的感情就是爱的结合，他轮回他还是爱，就这么，所以就这么爱这么重，他们还是在守这边，你们也成神了，在这边呢，我来到这边能帮助你多少，能帮助大家多少。随我，可是今生呢、啊，我已经走上弘法劝道，您就带着这里当地的子民走上这个人生的幸福大道吧，弘法让他们心灵充满吧，不要再战争了。那个时候的战争也是为了和平才战争的，当初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争取和平才战争的。所以您就保护这个国家，再继续的发展吧，不要再侵略了。怎么那些侵略的个性还是有呢？不要再侵略了，和平吧。只有和平才能够共荣。他把这个武士刀啊取下来。你看他这个右腿，我刚刚说右腿打软腿的右腿，因为这个战争仗打过来，上对面两边过来，好像就是砍到右腿右边。
所以在战场中多少都是右边不受伤啊。他是风尘，哦，就感觉到，那四个字风尘秀气。他说用爱去一切都平衡，因为你说你走入宗教的时候，他也把他的，因为你的德感化了他，他也把他的爱发挥出来，说交给你，然后把他自己也受伤了，对，所以他先把这个都卸掉，等于说就是因为仇恨，嗯。恨不能杀对方，杀自己自残。然后他先把这个恨取下来，然后再把这个因为两个人纠葛把它取下来。我也是感觉两个人就是很好很爱，本来就是很忠的，彼此都很忠的，彼此都很爱的，就大概是为了。这个理念不想再战争理念才这样做，一个是主战，一个主战，一个侵略，一个是组合，对，其实蛮有义气的，就是那个他这次没有用，对，他好像成神了，嗯，我好像看他那成神。今天那天我看他笑脸，我都很尊敬他，看他非常威德，文武全才，成神了，就是因为他雄才大略，国家里面的人呢，死的太多了，民心有点不能够再战了，厌战了。其实都也对，他想把国家版图再多大扩大扩大扩大一点，也不见得就是错，就是哎，厌战了，哎也很可怜哈，哦，就心胸太狭隘了，总是希望能够多贪得一点嘛，嗯，哎呀，容不得别人比他大，嗯，所以他现在是把。心胸放大，对呀，嗯，对呀，所以看古人的书哈，让我们也知道更明智一点哈。好，对，大事是不是？对啊，那个我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去那个阿弥陀佛那边的时候。团间那个业感很重，我感觉到我在想奇怪了，怎么到阿弥陀佛这边会这么大的业感，是不是他们的子民求佛的时候都是求阿弥陀佛保佑我而不去行功立德，是不是都是一种消极的做功德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所以造成那边留下业太多，而那边的观世音菩萨和菩萨的力量好像没有用出来，所以我想大概日本是一种等于说用纳税这样子拼命做这种国家的法治来做，而不是发自于内心的，像我们台湾的慈济是拼命鼓励你去慈济慈济慈济，台湾就是拼命你去做功德做功德，是不是有这么一点差别，我觉得怎么那个阿弥陀佛那边的气团怎么这样，不晓得你们怎么感觉，我也想不行，第一次到庙里没有感觉，就是东大寺，对，所以我觉得那里面的对，啊，没有任何感应，只是那个燃香的时候有打嗝而已，对，所以我觉得那些佛好像很无力吧，可是那个佛是不是跑到那个政要的那些大头那些领袖里面去带领政令去了，可能在那里你们也不好好的修心，还是也没人讲话，也没讲，好像是上班制嘛，对啊，他们对啊，下班了就没人了，对，我想也没有喧哗，什么都没有，对，连个三叔都要钱，对，都要买三叔，买佛珠也要钱，对啊，什么都要钱，但是问题是
你这样一个这么大一个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教化，你看外面徘徊的那一尊更痛痛佛，那个痛痛佛更可怜，对啊，每个人都痛都往他身上堆，他脸都变抹的抹，冰头对对对对对对，冰头如起，冰头如尊者，尊者对，是啊，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教他们心啊，修心啊，应该教他们一下。那以后我们多拿些佛书来，请导游以后多带，带点道理的书让他们多看。看看这边当地，看有没有翻译本呢？当地看能不能找到比较那个，因为只有书的话哈，他们也看不懂。对，一个是繁体的，他们看不懂，而且他们也不知道经文的意思。即使你翻译完之后白话文，他们也看不懂。只是说有些可能比较对汉文的研究有研究，大或许才看得懂。那可能要在当地找到人才能够去宣化，要不然靠这个书的话，我想会力量很有限。看看他们的佛能不能让他们这些人感应一下，先抓几个出来试试看，要不然的话，这样可能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嗯，所以是不是在那边，所以小慧发飙护你护得那么厉害？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发飙，就在跟你大声啊，嗯，就在门口就开始 啊，上厕所，上厕所那一进去那边就开始了，上厕所内业很重，对，他不喜欢去告，嗯，他不喜欢你这边的出现身了，他不想在那边现身，又去救苦救难了，啊，所以说他就板着你不让你现身了。你看，如果说又在那边被我们一弄，又发光了，又那个真的是，我就病倒。那个真的身又现出来了，大家都上来，那边太多了啦，那边真的很多啊，而且附近大大小小的庙很多哎，不止那个东大寺，旁边还有小庙什么什么一堆。所以由此可见，台湾很伟大耶，嗯，台湾的宗教信仰好强啊。你看，不管是土地公庙啊什么的，都是信哈，因信而堆积起来的这个建设。你看他们这边，你看看，哎，就好像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一样。观光景点都没有，你看他要是地藏王帮助他，他就弄个那个像，有没有？对，就是那么一个像。其实这样也没有任何的教化，你看我们还把像雕的金身，嗯，还很漂亮，他弄个石头然后随便刻个脸型那样子，对，所以他们有信，只是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带起来，对，就是没有类似我们台湾宗教界这样的一个大家去宣化，找这种人才，嗯，然后我们书印的那么多，嗯，你看他们那天我还到那个第一个佛那里的时候，那个大佛那里，我就赶快想办法，小慧不准我接近嘛，对啊，我就赶快这样子怎么转三圈，我就把500块放进去，那一个币嘛，500块放进去，过后那个导游先生说，每个人一个人拿5块，就是有象征那个意思，就等于说，就是。兼顾这个缘分嘛，果缘嘛，所以就是5元就这个象征，嗯，对，是这样，不是说，对，果缘，好，就说刚下飞机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入关卡嘛，然后我就一直打哈欠了。啊，我们大家都很奇怪，我明明在飞机上有睡觉，怎么下还一直在打哈欠？然后后来。我就动念啊，然后我就打嗝，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动什么念啊。后来出来的时候，佛才说，那就是我就问佛说，佛你为什么一直打哈欠？他就说那个是在静香，所以在那个机场，就是我们要过关卡的时候，我也眼睛都睁不开，所以那个就像我们庙里神明去的时候会静香，然后我就是因为那个香熏的，就会一直打哈欠。那时候就很多仙佛过来，你们看那个神不是吸那香吗？这样，有没有这样子？有吗？就这样子的，他进香，可是我不敢讲，我脑子里想他那边就硬。那然后你来设雷教官，好。那个我们那飞机哦，这个一落地啊，我是朝外看嘛，不是，因为他让我看了，在脑海里面看，就看到那个仪队。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在台什么国防乐队啊，那个白色衣服，
哇，这边走军乐咚咚咚这样讲，让我在看，然后就是那一次我们去大陆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一下飞那个厦门的时候，也是一看也是军乐队在那边迎接火锅，这是我这样看到，我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嘛，后来那时候我就问给火锅在讨论说，我有看到哦，那是这样子的。对啊，他进关卡，你们以后注意，一到一个国度的进关卡就不一样的迎接，然后你要出关卡，他也会送。有，你们注意，你们进这一次，你们不妨感觉一下，感觉一下。然后你有时候会依依不舍，说还会流眼泪，或者鼻子就会一直流鼻涕。你感觉一下，就是有你的亲人在送，或者神在送。对，感觉一下，他关卡都会。他们你在讲他们，对啊，他们也要有通行证啊，就一个国家，所以仙佛他们也有他们的领域在啊。对，那如果像这样子，我们的菩萨来这边，也要他们的菩萨就像进香一样，要接待，对，就一一的接待，对，然后回去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还被偷渡出去的，每次不都是你们都有什么都有偷渡现象吗？那就把这件穿着好了。那如果这那个 X 光出现扫描异常，比较惊讶。上次去那个香港就是、香港那个督导跟那个玉萍两个就叮。对，就到了旁边去检查的，没什么东西也没有，他怎么都会惊。对啊，讲到那个，在那个东大寺的时候啊，就是阿弥陀佛旁边有一个菩，那个是什么菩萨？细空藏菩萨。对，然后他这边就是有一个皇冠啊，那他那边不是就有千里眼顺风耳嘛？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千里眼顺风耳不是在妈祖庙才有吗？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四大天王里面的两位天王，那不是托塔天王。他比喻了，他也知道是广目天王、天王多闻闻，还有托塔天王，他把那比喻成千里眼顺风耳。最标准的佛寺的他那个规格啊。那个导游对那个佛不太，可是那个菩萨是戴那个皇冠呢、一般的菩萨不是都是。绑那个法髻吗？可是那个菩萨是戴个冠在这里。多了，神的坐像多了。佛有恒河沙粒这么多。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想，是不是跟妈祖有关系？不会吧？他们这里有海啊，应该有妈祖啊。不一定啊，海不一定是全部都妈祖管的、啊。像我们去关岛，我好怀念那个妈祖、哦。那是观世音吧？关岛那是观世音的、啊。他们就是称妈祖啊。称妈祖啊。好、嗯。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喜悦的感觉啦，所以当然有大连到德川家康的那个地点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喜悦的感觉。可是看到他那个铜像，应该是铜像吧？对啊。就心里头会有一种很苦很酸的感觉。可是心里头在哭，不是眼睛在哭，那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声音的，也讲不出话来那种感受，就心里头很有点很酸的感觉，那哭的就是在内心里头，没办法去形容啊，那个什么丰田秀吉大阪城那里，我就觉得很奇怪。到那个他们两个大将的时候哈，就一直笑一直笑，我心想，哎呦，人家这战争你笑什么笑啊？一直笑，一直这样，一直啊，那一天都是在笑啊，好奇怪啊！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哈？到那边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回家，终于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了，好好哦，都回到家了，就是去那个地方啊，反正就是这三个地方就感觉到哦，好温暖了，又回来了，好像觉得那个地方很熟悉，我不知道，我就是有那感觉，不知道就觉得那这个地方很熟悉，有种感觉，而且发觉到日本
没有那么陌生，第一次来啊，觉得有点熟悉，不是很陌生。对对对，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不像大陆还有一点点好像有陌生的感觉，到日本好像没有陌生的感觉，好奇怪。自己家的感觉，对对对对，嗯，好奇怪，好奇怪哈，很平稳，好像在台湾的感觉，好像不觉得说它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它现在的建设啊，就跟台湾的建设都是差不多，很类似啊。啊，所以你坐车你会感觉。这个好像在台北，啊，这个好像在台南，这个好像在高雄呢。对，高雄。今天有个地点不是高雄吗？就感到很奇妙哈，我说。可是恐惧感，我不太想来的。不是，就是不会很喜乐，然后也不是说很忧愁，就是快乐不起来，对，有一种很沉重的感受。要来之前呢，可是来了之后就不会。可是我也没有参加战役啊，那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我有什么坏事？在查吗？后面还有几天，在验证验证嘛，再往下往下看，再往下。故事还没演完。对啊。我们在机的时候，他有看到那个军乐团，那时候他有跟我讲，我看不到，他有看到。可是那时候我们坐那个华信那个接驳机的时候，应该是华信的吧，就坐在那边，就很快就睡着了。可是那时候眼睛闭着。然后一半有知觉，一半没知觉，这样就恍恍惚惚的，好像有看到施工穿的那个袈裟衣，就还有那个关圣帝君，还有济公活佛。然后雷妈妈就叫我喝饮料了，就吓一大跳，就赶快就回来了。哎呀，就雷教官说：“哦，你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时候很快，就恍恍惚惚的一半在，一半好像不在。”然后就看到那个，就觉得施工是不是穿袈裟衣就是要办佛事？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因为对这个我不熟，哎，就穿了袈裟衣就是要办佛事了。因为之前我在开车开高速公路施工是穿白色的那个麻纱做的衣服，对，哎，我们两个连续看了好像。两次三次嘛，第二趟第一趟第二趟第三趟都施工来护持这样，所以都是看他穿那个白色的麻纱的那种布料的衣服。那也有跟慧心师姐求证，慧心师姐是说施工平常就是这样子穿，那如果办事的时候会穿袈裟衣这样。那所以这次我们也很多菩萨都跟着起来，好，嗯，所以从前啊，我都一直在期望跟日本结缘呐，拍这个马屁，拍那个马屁，巴不得找个日本的哈，可是现在我才知道，老天爷的巧安排，根本不需要拍马屁，原来这就是你的国家嘛，你就是在这里的嘛，你在你这个肉，你看你这个肉体小分身来了以后，你把你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理念，这也跟那个神沟通，然后国际之间就像一个。国家国际地球村一样的了，你根本就不需要了嘛。所以说将来要是很多大型的活动根本不需要我去啊，我就在上面看看就可以了啊，对不对？你说让我这个老太婆去还真难看的，对不对？那你就在这里拨动拨动大型计划，注意该怎么运用就对了。你看，所以有的时候你到最后的收缘的时候，你就把那些缘收来，而那个缘要靠谁啊？靠那些仙佛去带，带领。对啊。嗯，你才没有能力了，你这个小肉身不够看，哎，也不够看，就用仙佛的力量，神的力量去带领就够了。嗯，所以现在知道了，了悟了。嗯，好好修这个灵体的光。你看今天你们有那个光有没有？那个光一直发，就是那个很力量大的。将来走向21世纪，就是灵修的世界，都是这个光，灵力的超力量，那够了。这次要起身要来日本的时候，好几天都很爽。就很高兴啊，因为拼命工作都不会累，到第一天要来的时候还是很爽。所以我们从小港机场嘛坐车到桃园啊都很爽，结果来到这边第二天哦就不行。不行是精神又差，
白天跟你们在一起有时候有一点装，要装一点。真的，我实在是有一点装啊装哦，我装精神好一点，就是。就是将军的功德。其实我这个脖子都很痛，一坐上车啊，怎么搞的？我去年去大陆，在武夷山跑得这么累，为什么我一点累都不会啊？都不会感觉到我怎么样啊？哦，武夷山大家都知道嘛，我都用爬上爬下，很有精神，哎，都没有感觉到什么。这次什么第二天呢？我这个啊，这个脖子哦很痛啊。游览车一坐上就想睡觉，啊睡精神起来又想睡，晚上到房间去，电视还我看电视他做什么，我先洗澡出来，他是要进去洗澡，他还没出来已经睡着。睡着，好厉害。就是这刚才你按电话，要打电话公寓，你要不要去？那时候我。刚睡醒了，刚睡醒。那好，那你很厉害，每个人在睡觉都被叫睡啊。我在机场出来到，他电视睡着了，已经睡大胆说出来了，但是我真的这几天我精神很差，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嗯，那有时候感觉上哦，就是说很热的样子，有时候会发，身边烫，对，身边烫，很热的样子。不知道是只是一下，就说嘛，因为在战争嘛，你那时候在了马上嘛，你就拿那个大刀砍，哇，都砍那个头，都是，所以你会高血压，血都是红的。血往上喷啊！你看他的嘴巴，像不像日本人？你去看。像啊，很日本人呢。所以我刚才不要乱笑，乱笑那战争嬉皮笑脸。他那武士道的精神，虽然大哥没有参与这个案件，但是他有一个武士道的精神，专门很遵守这个。那你的这个言语真的要注意，你是看到我们很高兴，你是才会这个样子，我们了解你，可是他们不了解你，全部都是你的生命不好，否则的话有啊，对不起，对不起，对呀、啊，从刚刚到现在，我这边也不舒服了，嗯，教了这么久，这边很多都是武士道的，都是武士装扮的，人家日本人啊，很严肃，对，你知道吧？哪那么嬉皮笑脸的？你看的是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人家都坐着，都坐在那里，坐着就像活那个姿势，你看那个。许先生都不苟言笑的，许先生上次讲笑，就是讲你们，你要改改功夫了，你这样子不对的，对这个，要到一个环境里面了，人家严肃，你就要严肃，要看情形，你请许先生讲。他刚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这边都一直酸了。对，所以你也是看脖子看惯了。会的，会的，讲。真的是很有感应。酸，在发，在发汗。对，这都是人的战争的业啊。嗯，所以很惭愧的心。雷教官说的对，我们是一次忏悔之旅，忏悔之旅呀。一定要好好的去。你看死伤那么多的人，你当时杀红了眼是为了保命，等到过后你躺下来睡下来，都吓得你胆都要跳出来了，真的。所以你们在这里研究这个，不要嬉皮呀、要忏悔。所以刚刚楚小姐也是按耐不住了才会讲，我也是按耐不住了。不要等到我开口，要自动自觉。你再讲。对呀、所以呢，这边有时候会觉得心慌慌的。心慌。我都高兴不起来呢。我要来前几天就跟他说，你出去会怎么样呢？我都不会高兴的，真的，到现在都还不会高兴，都高兴不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就是不高兴，不会很高兴啊，说出来旅游这样都不会。我
觉得我们去大陆还比较有那种踏实感，就是很充实，你不会想反正有什么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很每天都很有冲劲啊。可是来到这边好像都完全都没有，就好像很平静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在这边赎罪呀、嗯，还没有给人家建设很多呀，嗯嗯，对不对？你看人家是怎么样子对我们过去式、嗯，我们自己能够给人家的多少啊？嗯，就是不多呀。嗯，你看我这段时间都不太小吧？对，嗯，没错。嗯，今天是日本忏悔之旅的第五天的早上5:45，这是从我们住宿的滨名湖皇家露天温泉度假饭店的6楼往外眺望。这名古屋，现在我们住在名古屋。那我们看这些，这个是个湖，滨名湖。好，这是露天温泉饭店的内部，内部的房间很大，两张床，这化妆台，还有一个好大的榻榻米。昨天晚上大家也是在同修的饭店那个房间，大家坐在这边在参研丰田秀吉有妇苏真真出来。好，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温泉大饭店。我们要准备出发了，这是饭店的湖滨饭店的外观停车场，它的环境啊很优美，非常大。好，滨名湖在后面了，现在转过来了，滨名湖。哎，大家，哎，这是第五天了、啊，大家还是兴致盎然啊，慢慢花了啊。